我要问一下，我们现在国际民航组织是确定拿不到、收不到这个邀请函了吗？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我们是应该是没有拿到这个邀请。那我们的部长，我们的外交部长现在是不是就在处理这个东西？是的，他会在稍后会开个记者会来说明这个事情。所以就我要提醒了哈，这个520之后哈，你们是完全执政了。过去在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还可以蒙混过关，你们的林兆炎部长可以拿着邀请蒋炳煌前部长的邀请函到世界卫生大会去好出席。现在你们完全执政，国际民航组织的邀请函就是一个试金石，那现在如果拿不到该怎么办？我们对这个请结果是表示是非常的遗憾，以及我也很遗憾，但是你要拿出办法来嘛，对不对？现在整个的国际组织如果参与都是碰到这样子的状况，不要只讲遗憾了，必须要有策略了。